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又来了。因为今天是星期五，所以说我想叫江金佐一起，还有高帮同一起，就是为我们香蕉的小哥哥打 call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找江金佐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了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不是标记一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我自己想，今天星期五，你自己想想什么日子？对，不想啊，明儿周末，放假，是吧？他没爱，也没有谁过生日啊。没有，伤心啊！等一下，哎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我生日昨天过。不是你过生日，不是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他们都不知道。看电视，哼，自己看。我现在不想和你们俩说话。没有，我现在真不想和你们俩说话。开玩笑，跟你闹着玩了。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那今天你告诉我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今天是又可以看见香蕉小哥哥的日子。对。停止你的摇头。对。今天就是又可以看到其他的香蕉小哥哥。然后。每晚。不是每晚。是每次对今晚八点啊、哦，爱奇艺打扣，我向电影社为我们香蕉其他的小哥哥疯狂的打扣，不要停，喂，在哪？投票，加